话转台了，而家广东话，而家转广东台 ，OK？ OK， 我只是广东人。啊，喺度讲个古仔俾你哋听先。即系喺我啱开始学唱歌嗰阵咧，即系对音乐有兴趣嘅时候咧，其实就系听呢位歌星嘅歌嘅。当时仲系 cassette 嘅。啊，我阿妈同埋阿爸喺度，佢哋应该知道呢首歌。好早我识唱噶啦，好早就喺屋企成日都听呢首歌啦。呢、這个歌手就系我哋喺香港嘅七十年代嘅歌神，佢叫做许冠杰阿 Sam。呢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咧，头先啊诗怡有介绍过啦。呢首歌叫做《浪子心声》，送俾大家 ，thank you。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演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者女娃，徒望添升价，空得厌目光远吗？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事，终须有；命里无事，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？心公正，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Thank you. 多謝曬。OK。